时间已经到了，学姐还没来吗？怎么越来越阴啊？怎么了吗？学长，我还是会怕啦。习惯就好了。学长，你为什么都不怕啊？因为该来就是会来，不会来就是不会来。哎，你那护身符不是很厉害吗？不用太担心啦。嘿，学长，你懂哦。学长人这么好，下次求一个护身符给他好了。文耀学长还好吗？废话，一看就知道不好啊。嗯，不对啊，你怎么突然变正常了？刚刚不是还怕得要死？我刚跟学长聊过之后就突然顿悟了嘛。反正要搞直播，光数解题怎么会够，对吧？哎呦，变聪明了。不过这学长姐真是难得有机会可以整文耀学长，竟然什么都不告诉我，光拉着绳子也太无聊了。说真的，无聊比较好啦。你再跟我说一次。Hello， 学弟妹们，大家好啊！哇，半夜十二点还这么多人哦！啊，对对，没错，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女鬼桥。传说中午夜十二点数阶梯会多一阶的传说，到底是不是真的呢？女鬼学姐会不会出现在桥上呢？阶梯真的会从十三阶变成十字阶吗？看到了，现在主角已经准备好了。哎，我们差不多可以直接开始了吧？哎，干嘛拿走我的护身符啦？玩这个没人再带护身符的，坚强点。来这招哦。十二、十三、十四，十四节，真的假的？快走！来不及，那我要怎么办？救不到了，走！这连人嘞！我骂你妹妹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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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骂你妹妹好。我骂你妹妹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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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骂你妹妹好。
振林，不是都假的？干嘛我？对啊，不然是真的。不是就好，不是就好。走啦，预演结束，回学办了。怎么这么黑，这么安静啊？学长姐还没回来哦。不知道，进去等吧。太黑了，开个灯。我的小心脏，这么逼真是要吓死谁啊？干嘛？你有觉得我没用啊？没有要骂你啊，你有病哦！我只是不甘心啦，一样都是扮女鬼，我的妆输惨了。真的吗？可是说起来，那个女鬼是谁啊？我管她是谁，反正不是整我们就好。真的吗？可是雪桑姐他们都没回来，我觉得好奇怪啊。该不会我们其实也是雪桑姐的目标？哎，赞啦，这样就有趣了。如果雪桑姐敢玩我们，那我们就陪他们好好玩啊。哈？哈什么哈？赶快去找有什么东西可以用啊。哇，太猛了！这个要给振林恩看看。哎哎，振林恩，你看这个。嗯，学长没事网购这么大一箱驱邪用品做啥？有病你！其实里面好像有一箱是我的。哈？哎呦，阿秋之前学长说叫我给他一点钱，他来负责我们两个那天营队的安全啊。我以为是要安太岁，结果是这些东西。傻眼。哎呦，反正买了都买了，不然我们来布置一下。也行，反正他们扮鬼，我们驱邪。等一下要是鬼进来了，我们就反过来吓吓他。
嘿嘿，好，布置完毕。不错可怜的文耀，应该快被吓死了吧？如果可以救你就好了，不过这样会打坏计划呀。阿全，你在哪里？我警告你，你敢吓我就试试看。再不去找他，就要生气了吧？
找死哦，不是警告过你了？这么凶，连鬼都要怕你了。对，我就凶，怎样？我也是担心你啊，结果你看起来完全不怕，我想要展现一下男子气概都不行。切，少来这种老派的说法。啊，不过这雾还真刚好，直播气氛应该会很不错。嗯，就像鬼真的出来了一样，学姐应该很高兴吧？事情完全照着她的计划走。啊，她开心就好。要是真的可以因为他多点报名人数就好了。奇怪，都过这么久，其他人怎么还没回来啊？刚刚文耀叫的超大声，你有听到吗？我有听到，超惨的，等一下都不知道要安慰他还是笑他了。不过其他人呢？学姐呢？啊，还在直播，应该是追着文耀过去了。然后刚刚林恩打给我说，大天被笑到快晕倒了，所以他先带他回宿舍了。宿舍？学伴不是更近吗？算了算了，回去找他们吧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大天怎么跑这么快啊？不是说不舒服吗？可能想到我们吧。两个小大一是不是被文耀带坏了？大一嘛，能玩的时候就尽量玩也好。人呢？嗯，锁起来了。啊，奇怪了，他们锁门做什么啊？
搞什么？像在玩密室逃脱一样，也蛮有趣的，就陪他们玩一玩吧。线索提示应该就在这附近。我老了，这种惊喜我一点都不喜欢。你的话应该跟年纪没关系吧？你欠揍是不是？虽然还在放寒假，但以前这时间有这么空吗？哦，对啊。
出来吧，别再玩了。哇，真是的，受不了他们。他们可能藏在哪里，想要吓我们吧？啊，不然我们找一找每间房间。不要，太浪费时间了，直接打给他们。不是我。哎呦，你先关掉，关不掉就强制关机。搞什么？你确定你真的没有在闹我？你待在这里不要动，我来想办法。哦，好。声音从房间里来的，在哪里？什么？你确定你真的没有在闹我？你待在这里不要动，我来想办法。哦，声音从房间里来的，在哪里？应该没事了，去找三女吧。阿全，阿全，刚刚我也是这样被锁起来。是他，要我们进来做什么？不管是谁，被我抓到他就惨了。别担心，应该只是恶作剧。
我从来不知道他有这方面的问题。阿群，这是什么啊？原来他……阿群，你该不会是心软了吧？也没有，只是我现在才知道他的处境。你这就叫做心软哦。虽然我也很同情他，不过这是两件事，完全不能混在一起讲，知道吗？可是……哎，记得全。哎，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嗯，那就好。等我抓到人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好了，证据拍完了，我们走吧。嗯。那女的终于不追我了。靠，只是搞个直播而已，弄成这样要累死谁啊？哎，学姐直播应该也结束了吧？哎，学姐人呢？刚刚不是还在追着我拍吗？靠，丢下我就跑，也太靠北了吧。爸爸，这是八哥还是乌鸦？又肥又吵。靠，这也没收。哎，这不是我的护身符吗？怎么乱丢啊？超没品的！说要帮我保管还乱丢，我看回去三女怎么说。平常那么嚣张，回去我就叼爆他，爽啦！哎，怎么起雾啦？啊，已经这么黑了，这要怎么走啊？下次我要叫学校多装点路灯。学姐，新桥学姐已经结束直播了，你不用那么认真了，可以回去洗洗睡咯。哎，学姐，你是不是暗恋我啊？你不要一直靠过来又不讲话嘛，到底要怎么样啊？我都已经说结束了哈。妈的，入戏太深是不是？神经病啊！三桥。Go, go, go, go! 你是人还是鬼？滚滚滚回啊！神剑，你不要闹了。
快跟我说这是直播恶搞整人，什么都好了。我不好吃，人也不帅，也很臭，你不要再靠近我了。